人，我们有比其他生物有更高的智慧，亦因为这些聪明，七情六欲和鬼神等等的东西才会在我们的脑袋强化出现。只是到最后，在没有逃避的时刻，我们根本了解不了什么是真，什么是错。假如我问你，宁在天堂做普通成员的一份子，亦或主宰整个地狱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像我一样，不想留天堂种花弹琴，而在地狱画室同疯狂？伟大大王，我烈高绝不会把它浪费。大刀杀了我哥，岂有此理！暗示不可以挑战流浪王，带客报一起去。对不起，兄弟，我不能让你继续迷失下去。说不定今次行动，风族这小子和大刀，就像我蘑菇遇见了，令你重拾斗志。变回当年，一个包括我在内，无人不惧三分的。暗黑凶兽，为什么？到底有什么事曾在客豹身上发生？似乎我们要回到他的过往回忆，才会了解暗黑凶兽的来龙去脉。十年前，他建立客豹皇城，一个比现在三眼城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方。但在未建王城之前两年，客豹只是一个终极派战士，只有21岁，他去挑战恶名远播的残酷武神，一个杀死客豹及三眼师父无道武神的凶手。任何人杀死一个武神，就能承继那武神之地。至于这个残酷，并没有将眼前的小子放在眼内，只是面对残酷这种高手，客豹一点儿紧张也没有。小朋友，过来受死吧。两个高手对叠，吸引不少有地位的人前来观看这场世纪大战，当中大部分都是武神级，两个顶级强者接着斗了3日2夜，战了一大段时间仍未分出胜负。但如细心计算，经验丰富的多的残酷不应该占到上风吗？越来越多人赶到观看这场强者战斗，被逐出师门的三眼武神，他第一个来为师弟捧场。至于终极派同门的终极武神及天尊武神也在场，接着白家皇族的人出现，带领他们的就是这个世界最强武神海虎武神白愁。要第一武神亲身来看这场战斗，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，那比残酷和客豹的生死之战更为重要。白愁迟迟的出现，因为他知道这场战斗将要完结。3日2夜之后，客豹终于找到残酷的弱点，接着
暗黑凶兽便打出近十年内最强一招。来，我才不怕你！是，屠神无悔。沙塞，你这样的招式又怎会伤到我呢？哈！我铜皮铁骨，没有东西可以破损我的完美肌肉，就算白仇都办不到。结束了，回去。克豹全力踢中残酷，但依然打不穿他，这样他怎会赢？好戏在后面，这一招分上下两段，上一段是注进能量入目标体内，让本身及敌人的力量对抗冲击，制造出一种化学反应，而到对手无可适从，想办法克制自己身体冲击的时候，屠神无悔下一段。就趁机熊抱敌人，将自己先后两道加上对手本身的力量疯狂撞击。绝对没有可能。说什么也好，这就是事实。好，师父，你看到吗？这招我为你而创，能够帮你报仇之余，他就可怜我由暗黑凶兽转变成克豹武神。师弟，你成功了。夺得武神地位，暗黑凶兽终于可以发挥光芒。在场三眼武神异常高兴，但是其他人就不见喜悦。他们包括克豹武神两位师兄，即使是自己人，就宁愿这个师弟战死沙场。至于克豹大胜之后，似乎元神出窍，干掉一个穷凶极恶绝顶高手，亦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天尊，他品尝着杀人滋味。是师父的苦心终于实现。接着克豹武神便发出一道可怕及霸道的吼叫，这种能力、气氛和意识就清楚不过。
刻报要告诉在场所有人知道，接着来的天下就只会属于他。之后客报果然性情大变，他东征西讨，暗黑凶兽，摧毁一切阻挠他的人和物，而公然不放白家皇族在眼内，就是客报武神承担失败的开始。